卡莎机器人，螳螂武器大师，也还行吧。哎，他什么意思？你打他！我这烤肠女神不止他，我给你来个火山石烤肠。全军出击！来我这里集合。A Q， 哎呀，其实我不应该用这么多蓝帮他打，有点仁慈了。用这么多蓝帮他打，这线上蓝不一定够用。我交了两个 Q 的蓝。哎，这武器现在就来了，让他勾来。来，耗点盐。我应该帮这文人挡一下好了。不是，所有人交闪，把机器人杀了呀！刚才呀，你这，别急，跳死了啊！别急，别着急。我们被勾其实是无所谓的，唯因被勾那是必死，都帮他挡个勾。这边的螳螂应该不太能来下路，上路去了我估计。给上路打个信号，补个炮车。机器人不出手，赶紧把兵线推进去。推进去以后呢，就可以把他们放出来了。放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打了。我其实不太好上，现在唯一没闪。我要是直接指的话不太好，我得打反手，让机器人先勾我们。哎，就站在一个他比较好勾的位置，然后把兵线控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才能打起来。你要在这儿打他两步，他就回塔，就不好打。接头机器人挡住，来我这里集合。这要直接上肯定是不行。我们跟着维恩配合，配合不好。这个英雄他没有爆发，他得挨人闪一下才能有伤害。这英雄不太好配合。来人了，我先帮你闪现 Q 一下对面的螳螂。哎，有加血还是可以的啊，可以打这波，这波可以杀机器人。我得扣他一下。
我得 Q 他一下，我必须得 Q 他一下。站在维恩的左边啊，螳螂来了，没关系，他不敢跳，直接 Q 住。我们很肉，他打不死。回家了。我直接来个小反甲，哎，小反甲，这手怎么起了个泡啊？保持警惕。最后一下帮他补吧，或者是我等炮车再补也行，下波兵有炮车，我们补个炮车吧，留着补炮车。这他们敢勾你，我不信。我绝对不能倒下，别被勾塔下的就行啊，我们可以直接站前面让他勾，只要不被勾塔下就没事。我就插个眼儿的，你先插吧。嗯，那螳螂搁那儿呢啊，搁那儿蹲着呢啊，都搁那儿蹲着呢。没关系，我直接跑就可以，回头反翼 Q 一下，这维恩给我卖了就卖了吧。这波其实应该走位一下。这边少个人，他不太敢打，而且我们俩没溜，他跟我们应该是死了。守在前线，我真眼出了，打小龙去了吧？这螳螂溜的有点快呀。黎明就在眼前。死不到，等六啊，等六杀对面 AD。就杀的机器人没事。你点他一下吧，给你挡一下啊。没挡住，把大脚了，可以。下波看他怎么办啊？他没有大，没有闪，也不是没有闪吧？他有闪，没大。紫，我直接 Q 住这就。别啊，走位，这机器人的平 A 怎么能打我这么多血呢？掉血掉的有点多了呀。来个布甲孩吧，先把皮孩出了。
大招被动，他大招用了，刚才他没有到。正常我一小反甲开个打不能他打我，不应该有那么太好的。这马尔咋哈的直勾勾的呗，嗯，就直勾勾的。把机器人杀了，可以。我配合你把机器人杀掉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波直接过来啊！这卡莎走不了。跟我来。腿大。死。怎么 A 小兵啊？吃个药吧。这 A 小兵这可这怪不了我了，兄弟，完了，机器人来了，走位呀！你大爷的，套点盐！你等一下兵线，它不香吗？啊，等兵线，那机器人都活了，还等兵线呢？怎么等兵线？净扯淡！有的人说他离得远，他一开始他就没跟，所以他离得远。你说让我等兵线，那请问等兵线了还能不能越了？那机器人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们刚才没越多长时间，机器人就来了吧？我难道等机器人来越塔吗？两个人去越塔？还搁塔下的卡莎，嗯，还敢搁塔下待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中单来，中单来的挺不是时候啊。Yeah.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会保护你。 我原本以为呀，这直播间啊，段位其实都挺高的，应该差不多也能像点样。这我这玩个辅助啊，我操，我这根本都看不了，就好像有的人都是外星人。明白一加一等于二不？一加一等于二都不明白，好像。真的，一加一等于二都不知道，这是怎么整？你是就在那硬逼逼。我越塔啊，玩个辅助，他妈说我零杠五，那维因杀七个，我零杠五咋的了？你还得让我超神呗？是不？我玩个日女完事，我人头都得拿了，然后还得超神，就算牛逼了啊！玩的就行，说啥呢？会说人话。那塔下两个人，我们家俩人，他们家一个人，越塔有啥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那维因他妈直勾勾的，他连跟他都没跟，然后跟我在这放屁。你知道维因不跟你还上，我他妈知道他不跟呢。你那么牛逼，你知道股票哪个涨啊？你咋不早买呢？你现在还搁这看直播呢？我打之前我就知道维恩的思想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这维恩是个傻子，他肯定不跟我。我算命的呀。没有人。玩个日女越塔咋的了？我就没明白了，你看。真他妈能喷，硬喷！哎，玩辅助说你他妈零杠。哎，我操！玩个派克送你抢人头，你这傻不傻逼呀？真是傻！别在中路晃了，那不勾你了吗？你要挡他勾啊！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赶紧跑。
六百。今天礼拜天儿，今天礼拜天儿，封一封吧，实在是受不了，真的有点受不了了，太膈应人了，真的。看谁不顺眼，都他妈给他封了，都别说话，谁也别说话，让你说话你不好好说话，你别说话那就。大龙试试，先杀剑圣啊，把剑圣给动了，再杀他们家 ADC， 龙，三千滴血，这 ADC 得杀呀！哎呦，这不行啊，这他打不了啊！算了，下边再打吧。我没这血多呢，还回家了。有螳螂，老螳螂，带个针眼儿。他俩我估计不能打，他们打不起来，没事。有针眼他咋看着我呢？他有扫描，他应该扫了这个地方看见我了，他就找人呢，来回找人呢。奥恩搁上路呢，还没带传送着奥恩。我绝对不能倒下。我们一定得保着维恩杀剑圣啊！你先把剑圣杀了。给到杀机器人可以，他们家脱节了，没有人敢上，就杀这机器人就行，捡便宜。这边这螳螂可以追，小龙吧，小龙，把小龙收了。大龙不能打，我们家没有打野，这不给别人打了吗？去大龙把视野做了，赶紧做视野，省着大龙一会儿丢了。
别给龙开了呀！这一波对面要开龙，我们可赶不过来。保持警惕。嗯，我们这直播间下播以后都会给那些人有的解封。今天最后一天啊，真的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看着一个我封你一年，我都不带让你说话，我省着每回我还给你解了老。掉弹打了，来我这里集合。哎，他回头，来，我不带给你解的，我让你在这叭叭，你也别看了，我也不要你那点弹幕，我也用不着你那点破热度，没用。你也别在我这叭叭。谁要说什么雾风啥的，我不管了。我是太阳的主人，我跟你俩受不了那气。真的，你说给你解了，你就非得贱不露嗖的，天天这样，膈不膈应人？也不说人话，直播间夜度都靠你撑着，那你可能个人温度有点高。等武器大师挡一挡啊，这边挡一挡，纸没纸到了。哎，机器人脱节了，可以先杀机器人，给大招来杀螳螂，先晕螳螂，剑圣致命点炎，晕马尔抓哈，有队友可以杀，先把这小虫子给杀了。你要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，我还是比较幼的。我盯了一个日炎，炉火冠世，还得改个名呗。我们可以直接走大龙啊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别更不能打啊，这不能打，这不能打，赶紧整顿一波回家了。我先来个反甲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这玩意儿能不能解压制？不行，解不了压制，这有个屁用，没用，解除除了压制和击飞效果，那有个什么用？我会保护你。打龙了，打龙了，打龙了，打龙了！就是吧。你们怎么集合的这么慢呢？啊，怎么会集合的这么慢啊？这。杀完人，中路高地推了人还十几秒复活，然后大龙回来守不住。
我是真服了，完事打又打不过，打不过然后又翻盘，然后又他妈赖我啊。过来指着马尔扎哈，先拆塔，我剑圣赶上了，就直接就指他。先晕剑圣啊，帮维恩杀一口剑圣。螳螂靠个点盐吧，致命点盐，这不行了，这得溜了。谁不溜谁死，太好。这人怎么回事？嗯，你是有点瞧不起人了，我这一看呢，啊，我日女没有虚虚是吧？不打死他，我抠他，死，打不溜，我有日炎圣盾，抠死。16秒复活。16秒，7秒。我预判个大招，不行了，不敢上来了。嗯，不结，这虚区有点猛啊，拆吧。我上去就给他剑圣刷新，那啥，我不上了，算了吧，我没有技能了，拉倒。你要死你就死吧，我也管不了了，兄弟，我得溜了，我得杀扔了溜了。我得快点跑了，有没有什么带魔抗的辅助装？看来是没有。来个这个吧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算了，我们跑得快点，我搞个自言自语。守在前线，我需要你，你需要谁？那维恩怎么不开大招？这别往上冲了吧！啊，还行，给我冲！我晕 ADC 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插个眼儿来，止！晕！别着急，往后拉一下啊！好，让他交易。我指死不到，哎，大封个走位，好短，这个奥恩什么皮肤？这个奥恩打工人皮肤。